这是子中改良后 BPIN1 的 image 所做出来的系统。那最大差别呢，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可以支援触控了。那我现在这个是触控萤幕，坊间还蛮常见的品牌。那我们接上去之后，我们发现这样子的系统已支援触控。然后无线网络的部分，无线网络的部分也都完成了，就可以正常的连线。